心中的当心金枪至今已经过了一段时间，你的是我要性命的家枪。苏焕金，看你行色匆匆，我来必有要事。严子，早前一剑封神，曾经来到琉璃仙境，对心中的金枪施展剑招，小心那一棍，一个出人意料，心中的金枪射出了鲜血，射出鲜血，总而言之，今年为剑锋剑术毕竟，早前一剑封神。还是如破解金银皇帝定的，但现在情况特殊，据我所观察，一旦金皇瓦解，心中的肉体可能也随着金皇破解而坠地。为何如此？叫一剑封神输赢，输叫不懂以往，定军王为何对心中留下不懂蹊跷？难道想就此一搏胜中？也许是因胜中亲手杀了胜枪高人，所以又不懂的态度。啊，严子，今天你失了以往轻松的姿态，自己之心难以释怀。严子不用挂怀，虽然人下更是失衡。但是东阳也代表心中依旧活力，既然人下剑下失衡，那剑下是何可以？人下与剑下该是必中之干，两人所采取的破风计划应该上气不完。我太心急，是啊，这段时间下来，你是最受煎熬之人。比起金枪锐中的胜中，这一点无胜胜利。严肃放心吧，一路其他消息，我马上通知你。多谢你苏焕金，那说我先过时了。行，行。人下剑下无法破胜中金枪，这究竟代表什么？剑主一换，是真的心。这国家与魏必是可有消息？魏必是我也没说，不过那国家已经停产，最后一张应该是上去三百十秒，不过三百十秒已经被失守金人所灭，所以。应该是无任何希望。既然是上翁四百十秒，那就代表有一个希望。对，红桥山庄，那是什么所在？我为一张罗贯图给你，请等。红桥山庄有啥妖魔鬼怪？无，就几名立足天仙的女性，尤其以红桥夫人为最。假使命，让我马上来去。一切小心。喂，你敢有发现剑主身价？安尼愁容满面。但还是最近烧烧脑脑，一方面要拿路用手，又担心被恶向风顶，搞福建浑水发现，再加上心中的担心，算起来已经是路弄妙。怎样拢比我克服妙？我本来应该是皇帝妙，无你们皇帝。你点去那是红桥山庄。哦。大贼，
你找伊才来干掉。你妈多年也敢讲话呀？之前别讲我担心，我也没说你生肖，你也敢蒙当蒙山？我看是听到王秀山中有美人，所以才紧走一只来。对啊，叫金子所言，一定生了精神。慢工正经入去看大灾。请问一下，安孝夫人在吗？不想问一下，安孝夫人在吗？何请不然呢？哼哼，我惊卡入去。林三郎是谁？来此何事？这。我名叫金金心，这两个是我老师，一个叫叶马多年，另一个叫应西人，就来拜访安孝夫人。安孝夫人不进去，走。麦阿妮娜，就三兄弟，明年过年啊，我是千里迢迢，为这中原读书，有真重要的大事啊，明年先告安孝夫人。李公弟来自中原，那你认识剑子神将吗？剑子神将，哎呀，是我师中的剑换天的，你也嘛剑子啊？哦，原来是剑子的好友，是真实的吗？当然咯，剑子神将是不是盘一口宝剑？名将高定，修行佛定，神风道骨，英气不凡。说的是，说的真是啊！哎呦！阿伯爷啊，地层下破去了，你那样。有生无咪技能，嘛咪山随便怕人。一个尼姑够坏，从你咪计算哦。哼，伊唔是人，你去。喂，我怕咪而已。真懂吼。哼哼哼哼，看来这一摆啊，爱用技术咪山立敌。哼姑娘，剑子神将，你想知晓伊伫心中的方法吗？